怎么可能有差、啊？你说加油加不同油有差别就算了，那个加不同油也会有差。对啊，我说那个有差别就，我说那个有差别就算了，你加这个怎么可能感觉出来？这个它加的添加剂不一样啊。啊，那个怎么可能感觉出来？哦，感觉得出来。怎么感觉得出来？这怎么会感觉出来？这应该微乎其微吧，根本没感觉。那我们就来买一瓶来。你就买那 Costco 的啊？对啊， Costco 好像有卖这些。啊？有、哦。你不是要买 Costco 牌？不要买 Costco 牌啊，就 Costco 里面也有卖加士多的。啊，你不是说你要试 Costco 牌？哦，那个太恐怖了。我是看得太恐怖了。他不知道是哪一间做的。就 Costco 牌啊，他美国制造哎、欸。没有啦 ，Costco 牌它是也是 OEM 请某些厂帮他做的、啊。是吗？他不是自己研发的吗？你以为他自己开一间工厂？你以为那是地下工厂油随便做？对啊，对啊，厉害啊！至少可以开吧，车子也不会坏啊。那你说什么？